家好，我是小苏，今天来我们这儿的县城逛一下，走吧。你这要花钱？嗯，收一花钱。上来我一直在交货了啊。嗯。那我说不能高价儿啊。算什么高价儿？人是连药店就挣了。接他吧，行。你接药店吧。哦，我给你上去了。我穿两块的。嗯。接药店热吧。中。中。好钱。借好钱，借好钱。我敲了多少钱？才9.9了。这敲了弟弟哈。这弟弟，来这哥哥。中。有没有这人压实着哥哥？五块钱一趟啊！跟他说了没有？算了，要变，要变，好便宜啊，才5块。这要上四样，这要先拿过了吧？中。给两个儿子买的，我先尝一个。也弄哪俩肉吧？逛了一下，我们现在要回家了。小霍金，奶奶，那是奶奶了。那去教材了。教材了。嗯。妈妈卖的糖。妈妈卖的达糕。妈妈卖的酒。卖的达糕。我给你吃一声，吃一声回家的。妈妈是来吃的。去吧，去。来。哥哥。来。羊眼儿一把的，你这是香啊！啊，好了，一会儿奶奶回来可以给奶奶啊。第一号的，好的。两块。我换俩。哟，妈妈给你买了好吃的了。嗯。叫谁叫我吃的了？你给我吃点香的。哎，我不吃，你来叫我吃，我就吃你来水来。这个天热死了，你馅儿都什么用？咱这儿还流汗在手嘞，我怎么走啊？哥，看看呀！我跟你说，这种哈了，你可以下河爬吧。啊，看出来了。我跟你说，你都下去河爬吧，我一中午差点。你弄，你买了点儿苦。你这后期我买了，那从哪我？那啥的，我也怕是冬天苦。有我有苦。你说养面？你说个烟气，我看你买的去。哎呀，我又苦，我都苦嘛。不是暖，不是一直说的香肠好苦的，一瞧着一直我又吃了。我说给你买个，不是你就尝个了。又我尝了吧，又苦。你试一下合适不合适？这估计人都可以喝大了。嗯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等着来拆了才能尝着苦，好不好吃？着呢。我等着来尝。这不还合适吗？哈。合适啊，就是。世上我上，妈妈还给你买的去，俺跳来了都香不高分。还搁世上嘞，我今儿一直穿了好过了，我穿着我穿不出来。妈妈，那你买的？我穿谁？这一人冬天一人那天好过，人还一人穿的。妈妈跳来还都高分。咱又见了，听那回说咸阳的好过的，一人没事儿买。糊里糊少的，我就没有穿过着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不是好钱买穿？嗯。上这伢去呢？嗯。一百六，哈哈哈哈哈！这不比你买上的还贵好些。嗯，还贵上了不？哎，你这个不好。中。我喊妈妈也给你给弟弟一种买的。妈妈，你干嘛？不管干什么，杨师傅弟弟买的。妈妈有眼。哟，挣回来呀、啊！六豆出来啊！我给他看倒霉了，干的啊！好嘞，那你去吧，你去把眼泪吧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关注好三农群，拜拜，下次见。